获得民进党提名的台东县议员参选人第一选区黄志伟、余政伟、林文龙、简维国，第二选区许文宪，第四选区林金化，8月31号上午在党内立委刘兆豪及钟嘉宾的陪同下，一同前往县选委会登记参选。11月26号，我们台东的乡亲，你这票投下去，会有168，一票投下去，六席选上，还加上两位县长跟市长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，共同来造好新台东，共同给我们台东更美好的未来。我们的宗旨，我们的目标，主党团六席全力打，我们更希望这一届全部当选，而且我们是执政党的议员，而不是监督的议员，好不好？好。一个人的声音容易被掩盖掉，一个党团的声音是不容许被掩盖。我希望大家相信余政委，相信刘兆豪，相信我们其他的议员候选人。造好新台东，幸福金政府，绝对不是口号，我们一定做得到。咱民进党提名六席的议员，咱们六席全力打，是机会要来做东团。许文宪、黄志伟、林文龙、余政委、林金化，还有我本人，我们希望能够靠我们六席全上，来重新打造议会的党团。民进党台东县党部诉求六席提名，议员全上，能够成立县议会的党团，全力监督县政。台东所在综合报道。